像我们拉的筋一样，你声带就是一对腱子肉，就是一对筋，就是我们到菜市场牛腱子、羊腱子、猪腱子一样的，就是很小缩小若干倍的腱子放到我们的喉咙里，一定要去拉它。你不能老唱中音区，很多声带长茧的人根本不知道嗨气长什么样子就长茧了，根本没有像我们这么大声说话也长茧。你瞎说话，当电话员的114的104的，喂，张大姐，我要这高声，长茧了，因为声带老在这地方。你知道声带一分钟要转多少下呢？男生是95下到142下，女生要227下到558下，一秒钟要开这么多锁，手都发肿了。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口水，口水就是我们的人体的机油。机油什么作用？四大作用：清洁、密封、散热、冷却。我们的口水为什么刚才我们脸上就产生我们高档机油吸进去以后，你看我们桌子上没有一个人敢喝水的，就这么阿爸谁都不能喝水。为什么？喝水就是灌冰茶也叫茶水，水是汽油，我们的机油是机油，机油要加到我们的声带里密封，声带也同样要靠什么？口水去密封啊，去冷却，去散热，去清洁。所以说演唱的时候绝对不要喝水。你看唱 KTV 唱卡拉OK 好可怜，喝的冰镇啤酒，喝的冰镇饮料，饮料不能低于我们的体温，宁可喝烫的都不能喝凉的，酸的、辣的、咸的，一定要睡够8个小时。就是你失恋了，18岁以前不要谈恋爱，很伤人，知道吗？说哎你爱我八个月啊，嗓子掉掉，没有演唱会就没有生意了，少说话，话说千句嗓必伤，随便叫你妈给你包办一个就好了，你光跟树洞房就好了。谈恋爱很累，又费时间，还失恋了，还抢不通，要哭，还要去寻死，对不对？当你成名了，娶三个老婆，娶一个哪够？是不是？现在没有出名的时候，找那农夫也没用，是不是？找那小家碧玉，还在离婚含泪啊，听见没？啊，所以一定要记得高瞻远瞩，自己是一个星，是一个月亮，要把自己当很值钱的啊，记清楚，自己就是王子啊，王子不能喝乌鸦和麻雀相配啊，要和孔雀相配，听得懂吗？不管男生女生。我都鼓励学声乐的人，你就知道你有审美观。会唱歌的人那种傲慢，比他小心一弹钢琴不一样，真的。声乐家是最傲慢的，10000个人里面可以成10个小提琴家，10000个人成为一个声乐家，他不是苦练，不是我一天练一首。好，这是要用嗓子，是用智慧，是用心去唱。一天只能练上半个小时声，下午练一练，早上练一练。你不能练4个小时，声音就长茧，真的长茧。要想，要想，从后半身什么感觉都是抽象的。你知道我现在长什么呀？什么头前后背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什么横膈膜在哪儿？想象，想象，想象，去看看解剖图，要高音。声带的音域非常重要。很多人说很有高音，他没有下边的音就不成立，知道吗？你如果没有下边音，一直给你练往下走。要所谓的几个八度才对，从第一的捞息一直到中央息，一直到一个点的小字一组，一直到两个点的开息小字二组，这叫音域。你们的我只有高音，很多现在我们唱高歌星有一个非常可怕的，都是海豚音，都玩假声。哟，他很高，他唱的嗨音，可是下边没有，我们就把他拉下来。你练声音不说哒哒哒哒，他没有他啊，好，这是你最低音，好，这个音就当这个音。你尺子断了，1米没有，从第二米开始，你不能从3米，还从第二米就是第一米，第三米就知道一点，音域是这样的过程，你一定要有这个地方从这边拉哈哈出来，你们只有高音不成立，而且高音一定要有头声共鸣，刚才你差不多没有经过头声，没有头声共鸣就不承认，任何音乐学院的老师就给你打叉，是红叉，因为你没有头声共鸣，你第一没有胸腔共鸣，啊。不成立，是啊，就像我刚才唱的第一，你看我高音他们有人鼓掌，我唱低音的时候，反倒丁先生给我鼓掌，因为低音很难唱，要收入。
12岁前的事儿。这个听到了，一个高音，一个高音，一个有了这个。我听到你们唱每个声音，我都听得出不同的音型，唱上去了，一个点骚。我练声只练到 F， 练到4/8，这就是有点给你们耍你们。不要看钢琴，我们有时候练声的时候，因为我知道键盘，当我唱高音的时候，我有障碍的时候，老师不让我看钢琴，随便给你来个音。一回头，不要拍戏啊，那是拍戏。哎呀，我说我唱不上去啊！对了，背着要背过去，来随便给你来，小赵唱这个，很轻松。哟，拍戏原来这么轻松，知道吧？看着，你看着，你看他练声，看着键盘，哦，到了，末日到了，啊，有没有吧？知道吧？这种概念吧，这就是。哎，唱起，就是要起，老师就不择手段的让你把这个声音练出去，一定要有男女高音，一定要有拍戏，没有拍戏永远是自卑的，一定要有拍戏啊，一定要拍戏，一辈子你咽气这一口，你咽下气，一定要有拍戏，一定要有两个点的刀，记着，跟着我一定有两个点的刀，就是刚才比方，到了高速公路又省车又省油又省人，还可以聊天。差不多了，他就不准备饭啊，不要准备工厂。省道一个红灯，一个绿灯，马上上来，摩托车啊，没有摩托车，对不对吧？记着，上高速公路就是唱高音锻炼。这就是两个点高。好，我们现在唱的嗦嗦啦西哆，第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，不错，只差三个半音，很快了，离成功只剩一步了。唱到 G 就有唱到降 A 了啊，降 A 就降 B， 下来就开始，听清楚啊，一定要有这个声音，不要像那种喊的声音不成立啊，千万一定不能喊，不能从这儿走，不能从那儿走。刚才这个高音非常高，我以为你能听到很高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要选这首歌呢，我一直在想，呀，管你，吓死你，反正不是把我吓死，就把你们吓死。一定要碰这个音，记着，一定碰，早碰也是晚碰，早点碰就碰了。这个高音哈，这个骚。非常好，下来往下走了哈。